准备一只手出去哦。Ready. Three, two, one. 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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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风飘摇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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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舞蹈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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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它海浪惊涛，我有我乐逍遥。手举起来。人海呀，往前面。可以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吹风可以？因为他用的是电脑，他一定看得到我。啊，No problem， yes， 大家非常好，非常棒。有没有跳久了之后会感觉到比较容易流汗？有没有啊？然后动作掌握很好。其实海藻歌哈也是一样，是动手腕。
你看前面第一个动作，我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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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是整个 rotate 整个 wrist rotate 随风飘摇，然后又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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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后前后前后，然后 rotate 整个转，让花里舞蹈啊，转360度啊，让花里舞蹈啊，然后呢手就拿起来 arms。挥手的时候啊，向上挥，挥了之后我们是向前，你看向前，然后你的 fingers 要动，你的 fingers tips 看，啊，所以你看的时候 movement 是很快哈，其实它 one 啊怎么，噔噔噔，茫茫啊，随波逐流。我浮沉沉 ，kick drop 啊，就是 kick drop。我浮沉，我浮起来了，然后我又沉下去。我浮沉沉，所以你人要身体往前。其实你，所以你们看哦，你们 try， 那你们下去的时候，你 try 这个 movement 的时候，它其实可以去伸展你的 back， 啊，你的背部的肌肉它可以 stretching 的。很酸的。那个背要直吗？背要直吗？背不要去 relax， 你看好像那个驼背一样，有没有一点驼背？我俯撑撑，因为你们一直坐住嘛，坐住腰会酸哦。有些人屁股痛，有些人腰酸哦。所以你们要，所以为什么有一些 movement 是这样的啊？它就是要你 forward bend， 然后去 stretch 你的 back。尤其是很好很好啊，所以他会有这个 movement 啊 ，OK， 这人生呐、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 ，fingers tips 好像弹 piano 这样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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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然后随波逐流，我浮沉沉，啊呀，然后呢，然后接下来就是，然后 arm movement， 人生呐、啊。不是那个人参啊，不是你家国菜那个人参哦，不是那个人参哦，人参 ，you know our life， 人参 ，OK， 人参 ，OK， 人参，等下又讲又错，一直讲人参的 ，OK， 人参 ，OK， 人参的，小妹笑这样大声吗？人参的，哎。如梦啊，好像一场梦一下，我们人好活了一生，好像做梦一下，咻一下子就过了 ，OK。然后就亲爱的你 ，OK， 在哪里？等等等等，啊 ，Yes， wrist， 是 happiness more of elbow wrist， 啊，它很多动作都在 shoulder elbow wrist， shoulder elbow wrist 都在这个三个部分。Yeah， 然后所以我们脚一定要动啊，不然你脚没有动，你一直想坐住哦，我们下半身的血液循环不是很好。所以你看 marching 啊 ，marching 就是一个可以让你的下肢的血液循环哦，啊，你的 lower body 的那个 blood circulation 啊，可以开始动。Go to the side 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它可以影响你的 hip joint， especially for the groin， OK， 这个腹股沟我们叫。OK， 那么你可以伸展，但是你不要太用力了哈，自己量力而为啦。因为你们有在我前面，有没有？你们是在我的荧幕前面，所以我很难去 control 你们啊。所以，可是你们要动啊，不要不动啊，要动啊。所以 move to the side， yes， move to the side。我们很少会做很危险的东西，除了那个那那那那那 ，OK， 那个有危险的 ，OK OK OK， 所以 C 啊，所以它基本上都有它的作用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跳这个舞？它是其实有它的帮助的 ，OK。